要问俺们说点啥？三句半。新春佳节喜临门，走街串巷报佳音。今年咱家添一口，女人。女人本是神所造，亚当肋骨为材料，骨中之骨，肉中肉，上好。神造万物看为好，唯有毒蛇耍技巧，引诱女人吃禁果，不妙。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人类进入大倒退。一殿员外受咒诅，剪碎。苦难从此来相会，生老病死把人催，撒旦做王当领导，站错队。男人受苦，男人受苦汗流背，终身奋斗难安睡，斗天斗地斗老婆，真累。女人生产流血泪，恋慕丈夫成累赘，管三管四管老公，遭罪。当肋骨真较硬，练就女人英雄性，天塌下来我担当，千斤顶。一拳至上风气盛，不甘示弱来争竞，代价惨重不安宁，何用。何日是尽头？耶稣恩典把门扣，回归圣经找真理，有救。女人身份是配偶，职责范围是帮手，尊重主权按次序，顺溜。顺服头，女卑原是藏身后，耶稣基督来做主，乐透乐透。奉劝女士莫担忧，降卑并非阶下囚，神的家里得尊位，太斗。基督做良友，女人开心乐悠悠，学业事业家庭业不愁。放眼世界看全球，姐妹团契在作秀。欢迎女士来参加，快走。谢谢大家。